今天的话是2024年的3月8号，礼拜五，爷爷在看撞球，爸爸在滑手机，奶奶应该在洗澡。你看，马远老婆，你还没注意我老婆哟？那个啥和啥我咋？好了，我知了，我知，啊？好了，我知影了。你怎那样？那不请你啊？啊？跟我做外口啊，要做外口的。嗯。跟我讲谁呀？我星期日不一定有没有在接。好，我没问题，好吧，谢。嗯。嗯。